阿宏中医药电台网址 www.ahontp.tw。主持服务，一定输定。什么是有，什么是命，打拼做头也会出名。江西的星光，敬请各位网友观赏，每天拜到拜五，下晡五点到四点。欢迎收看阿宏无所不谈，只要对事无对人，什么代志拢会当在本节目发表你的这个意见甲看法。感谢网友多多起来发表，多谢多啦。江西的星光点大声，人在输赢，今生的爱情会无人听。阿免悲伤，阿免着惊，最后才知输赢。各位亲爱阿宏无所不谈，现在做些网友观众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来，咱现场电话0800-799-7778，现场电话0800-799-7778。咱这个电话依然是和董树林定情的电话0800-799-7778。来，咱赶紧来看。这个红中秋案吼，这个继续搁再开庭，哦，传11个人，哦，来，这是《自由时报》桃园报道吼，桃园地方法院长，那么持续审理着红中秋案，合议庭传讯。金秘书、盖护士、李月芬，以及着其他盖护士啊，甲个孙阿娘，金秘书等11个人。那么其中金秘书代理副社长罗志源声请传唤证人。那么基博言。这个基一连连长，啊，甲警卫排的这个上司啊，啊来作证。那么因伫个讲，就是了讲，这个罗志源当工啊，哦，无用徛这个卫兵，甲红中秋伊的这个死亡应该
无关系啦。被军检以业务过失致死罪，而这个罪嫌起诉，而这个二六九旅的警备室代理副室长罗志源，在进前的这个法院啊，准备庭庭时庭讯内面，伊就伫讲，伊伫七月三日下晡临时代理副室长的这个职务，干阿短短进入这个警备室了后，就被派往营区大门的协助这个卫兵哨哦，来勤务。因此的时阵，声请团番基一连连长张如成啊，甲长江伊的这个警卫排上司啊杨志坚啊来作证。所以哦，即马都是安怎吼，拢一定爱证据哩，哦。啊，那么阿宏甲看看，其实这拢甲红中秋无关系，这拢甲红中秋无关系。迄是进前，那么军法处的，哦，包括的孙阿娘，这个军法伊这检察官，就是以这个罪名啊来甲起诉，啊来甲起诉吼、所以了后，以上一般伊这个同地检署来侦办。其实吼、咱侦办到即阵啊，咱甲看吼，大家拢无关系，大家拢无关系。那么伊这个法律，这个赵台铭伊嘛讲啊，洪仲丘的死甲超人无关系啦，吼、对不对啦？所以进前讲到绘声绘影，结果哪有影？连一丝仔影嘛无，对不对啦？啊，啊这哦，这同款，落尾啊同款，不起诉处分哦。那么合议庭长团团长的甲杨的两个人，张如生作证伫个讲啦，禁闭室原来是基里连代管的，那么到到五月间才移交予这个基里连的啊来代管。伊虽然是连长，却有批阅操课表，但实际上操课督导啦，是由宪兵官，那么桂义良啊来负责。伊伫咧讲啦，七月三日下晡，因为禁闭室，伊即个室长萧志明出差，那么副室长请假，罗志源被临时派代副室长。迄一天下晡，因为有军团司令要来部队啊来督导。那么，因此又搁被派往大门协助这个卫兵，而这个勤务啊，并无实际管理这个警备室的。哦，你该想吼，啊，这当然啦、其实管理警备室嘛无罪的，嘛无罪啦，到即马来嘛是无罪啦。那么简单讲一句，就是讲查来查去，法律嘛证明讲，甲超人。无关系嘛，哦，这个洪仲丘的死跟超人拢无关系。那么杨志坚嘛如此的这个作证啦，伊并且伊伫咧讲啦，洪仲丘迄一天伫咧马鞍啊倒落去了后，哦，盖护士陈家祥曾经请伊拍电话给卫生连的，但是军线未通，后来联络甲。这个卫生连呢，无偌久，医官就赶来啊！你，吼、哦，那么这个时阵，伊看到这个洪仲丘倒伫咧涂骹，吼、哦，啊，的时阵啊，捡到一名，而这个管理师也
伫个安怎？伫个挣扎啦，吼，伫个挣扎艰苦，啊来求，意思就是讲啊，甲我求一下啥物，我咧我已经都吼艰苦也是安怎？而且伊迄阵啊都意识都混乱去啊哩，口中哦搁胡言乱语啊，伊赶处理五分钟了后，就决定外送急救啦。过程并无拖延啦，无唔对啊，无拖延啊。哦，这个同伊个这个检察署，伊个这个检察官，嘛是会算哪呢？伊这个拍电话啊，甲医官哦，这个赛车伊个这个驾驶兵哦，因为安尼操练一遍啦。演练一遍，结果合理啊！伊无的时阵，安尼，因伫到这个救护啊。啊，当时咱所知影，吼，迄新闻啊，一面倒，吼、哦，拢讲这个洪仲丘因大姊啊，洪祖勇的话哩，吼，因洪祖勇讲安怎就安怎就对了，啊，所以洪祖勇伊讲，啊，这医官有失误，吼、哦，要若无，阮弟弟袂死。啊！你家想看卖啊！啊，未死的孙安尼是安怎？这个法医赵大平，伊了后讲，甲操练无关系啦。哦，啊，伊伫个这个文书上，哦，检验的这个记录是安怎来记他杀？啊，就是顺着家属的这个要求啊，哦，才写，甲才交他杀的。啊，你家想看卖啊！啊，是不是安尼？啊，我咧讲这个法医赵大平就伪造文书做啊，对不对啦？你事实无安尼，是安怎讲他杀？哦，对不对？这赵大平有罪的，要是给我做检察官，我就给起诉，我就给起诉啊，对不对啦？嗯，要来使的顺安尼，顺着家属讲安怎，啊，你就讲安怎，这个。这个失职嘛，对不对啦？为做文书，敢搁兼失职再来讲，是不是啊？结果嘞，大家拢点点。我所以，我常咧讲吼，这种的这个法律也好啊，世间事也好啦，迄真正有影，因为有好运甲歹运的，吼、哦、对不对啦？你甲看，啊这孙阿娘要来说讲顺这个家属的这个意思，啊在讲话，啊在这个。一个，算讲，迄个验尸，伊个即个票顶头，啊来乱交嘞吼，对不对啦？所以有关即个案件吼，我看看，大家拢无罪啦，吼、哦，啊有罪是啥物啊？连带处分，就是旅长。副旅长、连长，遮个啦，吼、哦，遮个，因为这个头人总是有死人啊，对不对啦？啊，雾遐大啊，啊，反而啊，你若是讲无小可判一个，予大家吼。心安的一个，我看伊这个法官吼，伊还是被人攻击个，因为啊十几万人出来的时阵，尔在总统府头前在抗议啊，所以我定来咧讲，即嘛无咧分哦是非啦，无咧分黑白啦，啊，就较大阵的赢，就拢安尼，即嘛拢安尼，啊，即嘛就人民上大啦，啊，若敢去。顶头服的吼，啊，就赢，所以即马变安尼。嗯，好啦，洪仲丘案，搁再传十一个人，咱就讲到这结束。期待下周的同这个网络同这个时间继续收看阿宏《无所不谈》，再见，拜拜。
什么是酸？